是谢安然，我们宝妹苏瑞琪、沈小婷、马玉林、崔恩美秀，他们去海外参加了一档女团综艺，名字叫做 Girls Planet 999。在他们正式的出国之前，我跟小苏有一个约定，就是在他们这个节目正式播出的时候，我要翻跳他们的主题曲，给小苏还有给我的朋友们一起做一个应援视频。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介绍我的朋友们了。首先第一位就是我的好朋友苏瑞琪。那么我就开始了。爱豆小苏给你带来了表现力满分的克里斯马奇，舞台气场全开用药杀人的 dancer 奇，原创词曲炸翻现场的 rapper 奇，因为出色高音被当成歌单的 vocal 奇，表面冷酷狼藉其实是温柔小狗的丸仔奇，锐不可挡，未来可期。以上文案均来自小苏的苏心堂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去欣赏一下小苏的绝美舞台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沈小婷，全能 ACE 沈小婷，中国初 C 实力舞担，妈生美爆，牛奶皮肤，善良暖心，品学兼优，全国舞狮与国标舞奖获得者，创造营宝藏学员，舞台精灵，温婉大气，性格超好，入股不亏，请多多支持我们的小婷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小婷的绝美舞台。就是来自 SH 的马玉玲，小马，地系偶像，长腿少年，热血难良，赤诚不灭，贴心棉袄，酷酷学弟，切换顺滑，可瓜可花可奶可地，反差百搭，纯粹少年气，未泯少女心，各色衬衫富豪，赶走审美疲劳，干净气质一绝，奶瓜只此一家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小马的舞台吧。努力奋斗，成为你爱的小宇宙。这个是秀秀在营里经常在我耳边念叨的他的 slogan。崔恩美秀，海外练习多年，气氛 maker， 甜心 dancer， 99年东北妹子，可盐可甜，快板达人，艺能满分，美貌精灵。那让我们一起看看秀秀的绝美舞台吧。本期视频到最后呢，小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偶像在节目里面展示励志人生，突出匠心奋斗，保持健康格调，而我们呢要坚决抵制激化矛盾、享乐拜金等等不良行为，坚守社会道德底线与审美底线，一起理智追星，快乐追星。在视频最后的最后，小谢其实也收到了很多宝妹们发过来的祝福视频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en Z 1418G 的乘客，在这里要给我们的团宠大乔乔加油鼓励。对，然后不管怎么样，取得什么样的名次，只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段旅程，玩得开心，健健康康的。然后不管怎么样，你都是我们的骄傲，好好照顾自己，等你们回来。Hello， 这里是844乐队的吕新卫。那么在此，我要祝我们乐队的小伙伴小马马玉林、小苏苏瑞琪、小婷美秀，可以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完成在韩国的节目录制。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现出他们当下最好的样子。祝在海外参加节目的小伙伴们一切顺利，我们都在很认真的关注哦。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，加油加油加油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思慧。Girls Planet 999的苏瑞琪、沈小婷、马玉林、崔文美秀四位小伙伴们，恭喜你们，你们又踏上了一段新的旅程了。希望你们可以在这段旅程当中不留遗憾，全力以赴的去追逐你们自己的目标。我们会在这里为你们加油打气的，看好你们哦。Hello Girls， 我是钟菲菲。我知道 Girls Planet 999的沈小婷、马玉林、崔文美秀还有苏瑞琪呢，你们四个又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旅程。希望你们可以享受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，然后把自己最独特的那一面让全世界都看到。Have fun，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里面为你们加油的。We love you, now show the world that you deserve to be loved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灰灰。希望我的好朋友马玉林、崔文美秀、苏瑞琪还有沈小婷可以在节目里面展现更多好的舞台，也能取得你们心目中理想的成绩，加油！小婷、小马、瑞琪、美秀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效率爆棚，加油加油加油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画尘颜吃友，在这里我要为我在创造营里面认识的好朋友苏瑞琪、马玉林、沈小婷还有崔文美秀打 call， 希望他们可以在 Planet 999里面发挥超能力，然后取得一个好成绩。大家一定要为他撑腰撑腰撑腰，让他们的努力终将被看见，加油加油！苏瑞琪这次一定要成团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敖心怡，祝我的好姐妹们崔文美秀、黄雅乐、苏瑞琪、沈小婷、马玉林在 Girls Planet 999大放光彩，能够成团出道，梦想成真，希望他们加油冲呀。 Hello， 这里是小精灵俊怡，在这里我希望崔文美秀、苏瑞琪、马玉林、沈小婷，希望我们的宝妹可以在国外取得好成绩，宝妹勇敢飞，小精灵相随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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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大家记得去给他们支持，加油！哎，我是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心森锤三锤，在这里呢要预祝苏瑞琪 Switch 能够在 Girls Planet 这档节目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坚持走到最后，做出最棒的舞台，然后希望小苏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。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关注小苏，为他助力，苏瑞琪加油冲冲冲，不成功亲自火锅。希望我们创造营的妹妹们能够在新的节目里面多多加油，大家一定可以的。然后希望我最爱的苏瑞琪，你一定可以成功的，这次一定要出道，苏瑞琪加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Gen Z 1418G 的乘客，在这里要给我们的小马马玉林加油打气，就是又踏上了一个新的旅程嘛，就是不管这一次会取得什么样的成绩，希望你好好享受这一段旅程带给你的一些惊喜，然后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一路上收获很多，等你回来，只希望你能够天天开心，照顾好自己，继续 go， 等你回来请吃饭。